武装，非常暴力啊，炮哥。晚上带你们看看第一女龙宫和第一蓝龙宫的威力啊，兄弟们，非常暴力啊！啊，不又是那个队伍吧？哎，这钓鱼岛，老子不把打死，真的无辅助是吧？这龙在吗？双直接龙在，干他！好姐，咱们上上上上宝宝，OK 上，妈钓鱼岛给我吃了吧？雷震的无辅助不是吧？你都把电脑上起来，这个比宙斯普陀大。那这龙，敏龙在造蓝的吗？啊，敏龙在，他跑了。哎，他的队伍比我大克，你打个九二，老子上来给你打蓝，哥们儿。别浪费我毛啊！我操。他要打蓝，我们也是打蓝的。我们也是打蓝的。追捕全满，不好意思。哼。不是啊，主要他妈队长叫念慈悲度众生，对吧？龙宫叫破天地亮苍穹。哎，普陀了，追捕是不是比较低啊？要普陀追捕低的话，让普陀。所有的号追捕都是满的，都是满的。哎，你这两个龙宫卷吧，宝宝全防好了。嗯。F 哥狠狠的秒 ，F 哥大克 ，F 哥我们大克对面 ，F 哥暴力秒。F 哥怎么挂机了 ？F 哥人呢？快点！F 哥人呢？啊 ，F 哥走了。嗯、F 哥有事。来了来了来了 ！F 哥你秒，赶紧秒，横着秒。感觉鱼岛分超多吧？嗯，舒服。没结束啊？不是没结束，是因为他有个号没跑掉，应该。哎，这个逼用敏龙，我操！哎，给他那个反，给他化身吃个龙腾，来个双龙腾。抗龙，抗龙，抗龙！没有，快点，快点，超速，超快点，抗不了。我要马上报名了，30秒。我操，暴力！一哇！这两个龙宫非常暴力啊，兄弟们，30万，我操！哎，不是吧，我们他妈两场60万了，怎么感觉今天要刷1000万？买毛，买毛，买毛，买毛！你多买几个毛，快点，你们操作要快。不，你多买几个毛，那个不是所有。还有10秒，10秒就切了，10秒就切了。啊，对，还有10秒要切了，兄弟们。嗯，八戒，你操准吧，你开涛哥号操准吧，戒指。他的武装是包必中。必中是吧，主要把都顺势的位，主要叫念慈悲度众生，必中是吧，是必中，必中，我操，贝大克叫他可以转头，哎，直接取秒，直接取秒，这把不用龙战，他估计跑了，对面女儿武装，女儿武装好了，你去套他普陀吧，我们把他4号秒了、嗯、他是方寸武装，我这批5号了，他是方寸武装、嗯，他一速，操！废话，他肯定，人家肯定是一速。完了，对面8号跑，这华山直播看逃跑。没有龙在秒不动啊，废话，我们耐龙被大克肯定秒不动啊，没点翱翔主要，哎，不需要点翱翔了，这世界的人怎么这么牛逼的呀，怎么啦，160，他他妈师陀弄个160玛瑙头罗汉，这谁啊，这第一母师陀啊，这么牛逼，把罗汉都打玛瑙，这就是第一母师陀，牛逼！瞟他一会儿，瞟他一会儿，真有钱！我可以去吗？我可以去吗？
有点啥项链弄龙哈，他直接整个头是吧？其实龙宫啊，还是要靠爆，爆才有威力。对的。F 哥宝宝没操作，嗯，赶紧变卡，赶紧变卡。OK， 我到了。鬼子，你别龙腾啊，你群秒啊。该变卡，二十秒时间变。不是，我们他妈已经一百万分了，我操！十分钟一百万。哥没变卡，你们。哎，不，赶紧变，蛮歇了。爹你妈刷一晚上一百万。昨天梦幻，你选的那只宝宝。昨天全服第一是180万，我们已经刷了一百万了。唉，无敌小招又是个猥琐队，双天机，他是天机，上两个龙战吧，上两个龙战吧。我要先秒一圈下吧再上，万一他跑，对，先秒不跑对吧？上秒上秒也行。你套武装吗？那个阿基，你套武装吗？我先把他物理套了。其实你应该套他武装的，不然他武装应该是罗汉的。好了，你看是不是？太无聊了，太无聊了。这我是太生气了。这个队伍估计又是一把超高分。那可以毛啊，我说直接秒了。F 哥以后打这种队伍，我第一个应该上来直接去取秒算了，没啥必要。后悔过来打榜三，F 哥跟奥狗一起打三攻啊，这还能切到队伍，他妈感觉我们打三攻啊打不动。把游戏音乐打开吧，免得到时候没啥意思。别秒了，不是不秒不秒，不是我们追捕太高了，我们真的是追捕太高了。哇，29万，已经一百万了，蛮有钱了，一百万。买吗？一下宝宝，一下宝宝，八姐，谢谢。他马上有生龙活虎。华山确实没啥意思啊，妈的，我们来就是来收割一波分的。别报名了，你点了一次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点第二次。那个武装给你来一句别秒了，凯哥，你把他秒出去了，又杀了。你套谁？我飘了，我秒了，我号秒了，我号秒了。那我先屠刀了，我先屠刀了，不套了。五号秒了，宝宝打三是吧 ？OK。这个队伍应该会打吧？这个队伍好像挺有花招的。牛皮！
F 哥秒的非常暴力啊，嗯。出去继续报名吧，就这样。你们多买两组毛放包里面嘛，老要买。又是33万，我们已经150。你现在点谢点，我多买几组。兄弟们，我们已经150万分了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们上全服第一榜，排行榜。嗯。非常暴力啊！放心，他马上就回。我身上。他们说遇到狗子，遇到跟我们打一下的。好的，遇到就打呗，也没什么，也没什么问题。狗子要打三攻吗？狗子打三攻，大唐狮驼龙攻。狗子狠，然后化身普陀。他们说二狗第一场还没打完，我们已经打完5场了。我们已经打了1、2、3、4、5。啊，他打大唐双狮驼，哎，狗子打三物理。够狠。他们说狗子普，他们说狗子普陀没在校里。狗子普陀没在校里。这个队伍应该会打吧？秒了，秒了，秒了。先秒试试吧，地府。神木林，神木林，国标，国标。方寸，方寸国标，方寸国标。4号秒了。你套谁？套大唐啊 ，OK。宝宝要撞人，要撞催眠啊，他是方寸啊。小鬼，你看，挨个撞一个，你想想。我已经贴 F 哥了，保护 F 哥出手最重要。这他妈是个死陀，我操！没关系，你能出手就行。猪八戒出不了手，无所谓的。我贴的到不到位？干我是吧？这错我、哦。终于有人打了，可以。八戒，你撞自己没有？要不我撞你？没有，我一下把自己撞了。嘣！二兄很爽，暴力，嘣！鬼子宝宝直接拉吧，怎么样？嗯，拉起来就点灯吧。鬼子宝宝直接拉普陀点灯，接着秒了，先把秒了。方寸笑了，方寸不做了。我笑方寸还是笑队长？笑方寸，笑方寸。我自己撞，你撞，我真秒了。你真秒，真秒。你宝宝拉一下他。嗯 ，F 哥要不要给自己顶大金啊？不用顶，打出去吧 ，F 哥打出去。P 号了 ，P 号 ，P 号。F 哥可以打，狠狠的打，狠狠的干。刷灵动。嗯小方寸狂睡了，你知道他队长够，创你大爷的，两个都够，他方寸肯定也够。我就觉得，我怕你不笑方寸，他分进去了，对下把就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队长上把被那个了，他队长上把被爆了一下，3000多呢。那个五号是个敏攻，五号是个敏攻，还绿了，操！你把 F 哥的字画上了吧。哇，不然他点 F 哥，牛逼，直接拉孩子。F 哥，要不先把盾起来 ，F 哥。嗯。F 哥起盾，我给 F 哥补个光辉。发现你。我投刀，我投刀。你给 F 哥顶个大，顶个大，那宝宝要顶个大。F 哥自己射回村 ，F 哥。嗯。
小鬼顶啊，小鬼。哎呦，我没带回春，哎呦。那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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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F 你打打出去吧，打出去好吧。回春就是黑玉是吧？不是，不是回春龙沙闪。没带。没事。下把可以起两个龙战了。嗯。你是马开的吧？ 我不是马开的，我是正常宝宝开的。那他方寸不快。嗯，他方寸应该是耐方寸。风起龙战了，把字画继续上了，旗子。好的。你先给武装上，还先给武装上吧。八姐，我封了法系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好的。OK。这个法系上把他点了。我龙战了。我撞的小圆圆。你转一下，转一下。我给 F 哥吃个回春啊，谁是个大金给他？我吃。你再吃吧，我再吃回春了。嗯，我这阎魔身长得太大了，都看不到盾，我靠！没事，那 F 哥你要变魂的时候也可以。他地府放过，普陀可能有把水清了。八戒，要不你把普陀笑了，我大招把他地府封了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你直接笑普陀算了。不是，我怕他地府直接驱散我们的灵动。那行吧，我把普陀笑了，你强套地府怎么样？可以，嗯，硬套，硬套硬套，把武装的字画打了吧。OK， 直接秒。小鬼出死亡法吗？小鬼，别出吧，先卷吧，先卷一波吧。完了，那你秒，你秒，也还是秒的。八戒你自己撞、啊，可以跟我。姐姐你自己撞、啊。哦，我他妈心猿了，心猿了，我操！八戒你自己撞了 ，F 哥够狠，把心 F 哥够狠 ，F 哥心猿暴力 ，F 哥，给他们吃把暴力，我操！嗯，哦，他也心猿，他才一招，他是看到我们出心猿了吧？看直播的估计没有，直播看不到 ，F 哥自己开的号，哦、他是他也是心猿吗？打法系心猿了，我操，他的神木林好像也出心猿了，他就是法系心猿嘛，我操，秒飞飞五百，飞五百，他应该是心猿了，暴力，我操，这把心猿暴力 F 哥，哦，他也来风雪残垣，我操，他的是没什么压力的，哇，有压力，说吧，姐，我操。我本来以为没有压力，是有压力的。牛逼，刚吹完他妈就被秒死了，我操！我、哎、你这秒，我拉你这秒，我罗汉了，我罗汉了。你不用罗汉挂灯，金青吧，你别罗汉了，金青。行，拉我，我真秒了。我拉你这秒。我差不多了。你套普陀，套普陀。我刚刚说没什么压力，妈逼过来还挺疼的。你别说，真的疼啊！我操，下次不要说了吧，真的没事。下次你别说他妈的，这逆锐。你一说没事，就他妈肯定出事了。嗯，这神木林太强了，我操，取秒一万了，我操。还有老他新人家那个，还有我女儿法防高。你封他这个没用，他一定不会出宝宝，一定是秒。他秒不死我。哼，他们的幸运很厉害。他疯了吧？他直接拉幸运狂冲。压在八戒身上吗？一个都没出，我操！废话，在我身上能出吗？那下把 F 哥秒过去，直接炸了，直接。他这么就已经炸了。我出了，
你牛逼，这样都出宝宝。啊，你武装能金吗？直接金吧。嗯。普陀挂灯吧。你要金吗？我反正大招碰到方寸了。颠了，颠了，颠了，颠了。我贴一下前面反击。你算了，不贴了，直接干出去。普陀可以带三速度三治疗吧，不用带六治疗。嗯。变卡了，一人一球了，还行吧。不是为什么这种队伍都有25万分？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队伍也不像很暴力的队伍。你说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哪个？回春，回春龙杀伞，金装第二排最后一个 F 哥。啊，回春龙杀伞。变卡吧 ，F 哥。您把体力都取出来，我们体力如果没满了，可以把储备体力取出来的。F 哥，我给你吃过那个海马了。F 哥，八姐有没有找到之前打华山的感觉？八姐，姐姐，这没有什么感觉啊，感觉就是反正第一，我操！哎，他刚刚秒我一万，秒龙宫一万是吧？那神木林，对，直接把你一个龙宫都秒死了。然后我是带法防灵，我没死。我他妈逼，我还有8000血。你别吹牛逼啊！不，你武装20000血啊？没有。你武装看上可以带个马，不然你比别人慢啊。我是不是也可以带个马？我武装很快的，我不带马，1800多速度。我也带出，我也带个避雷马吧。华山地皮好像没啥用，后面才用。CC 9096。哎。文哥最近感冒了，身体不好。我今天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咳嗽比较严重。昨天晚上文哥4点钟给我发消息，还好我没睡觉。小鬼不要耍胡编混沌兽，知道混沌兽没用了吧？鬼子啊，鬼子是故意浪费我大哥的钱，我大哥能听到说话的。鬼子啊，是不是浪费我大哥的钱？鬼子啊，是不是？妈，鬼子不说话啥意思啊？鬼子耍酷。报名了吗？姐。报了。OK。鬼子耍酷，鬼子、啊、这什么队伍啊？我不要武装，我不要，我控武装了，卷了卷了卷了，三号卷了三号。我大队什么？你是大六速度吗？还是三速三？六速，我硬一速，我爆一速。我们一要素。没有啊，他武装是不中毒了，你没点那个。哦、对，我没点那个。上来点我们 F 哥。他不知道 F 哥是有抗性了吗、嗯？他可能不知道。我晕了，破血点人是吧？我真晕了。他武装下边有可能是清风望月的，有可能是星星的。嗯，你先把屠刀扔了吧。嗯。
你先给龙三卡个，那个高速。嗯，都是高连秒了。继续卷，继续卷，卷卷卷。一号，一起一号卷，我保个一起一号卷。OK OK。一号。嗯嗯嗯。谁再给他卡一个？我再卡一个，我宝宝快。一个，我卡。点的差不多了嘛？点不死了，点不死了。他那边是一个狮驼脸没变身的。对啊。点灯加塔加够了。把头，把头，点了。哇，他好慢啊，他武装、啊。对吧？二阶段的马开。把光辉先补了，慢慢打吧，无所谓了。那八戒，你去套他吧，八戒。好的。一号、啊、大哥，雪宠为什么要？这是 F 哥开的话，没事。好。哎，直接起两个，先补光辉吧。我自己，我补自己，我补自己，我补自己了。你套他。好啊，集中打一啊。OK， 一号刚绿，要不打二？算了，打一吧。集中，一号能打死，四个就能打死。不要叫小多，哎，他这个是没运动的啊！哎，他补夺是丢了把水清的，他下把罗汉是谁能接？没水清啊，开场不是获奖吗？哦，开场灵动，没水清过。啊、哎，你把他补多三，继续套了吧，你把他补多。你别他给我分支龙战了。小鬼，你要不也起把龙战吧？来 ，F 个新秒。嗯，我起。我操，你怎么感觉抗性不是很好？我他妈打过来超级抗性，哥们。我顶一个，我顶一个，我起。哎，要不我笑补多，你去套他狮驼怎么样？我直接套了，包中了。别叫八戒，和宝宝轻视吧，轻视，四号高连，妈的，三号不是没罗汉吗？不要，我打了三号，我看三号没罗汉，三进三。哎，我把门关了吧。他丢把无魂是啥意思？他想点谁呢？点我。牛逼，那我死了啊！灵魂会死，不是飞机点我，抗龙吗？抗龙回合不到吧？人才，我操！不把我当人，我操！群秒飞群秒点我，真牛逼！不把我当人，现在。我操，他龙宫好猛啊！龙战，龙战加群魔。哎，普陀把他普陀笑了吧，普陀。好的，直接卷啊！我能金，我能挪，我金青，你套武装怎么样？套武装不金青，我套武装干嘛？套武装吧，我金青，你去笑他普陀吧，普陀怪，我怕他，你把他武装笑了吧，他武装还应该还够。我后秒了，他可能会点免费。你能不能下地府？得了，不能下地府。能啊！妈的，我又出清源了，我操！哎、你直接秒啊，哥！你跳套他武装吧，别让他金青啊，别让罗汉。我可能下地府了。F 哥，你真出了星元吗 ？F 哥，你出了。帅哥哥，他武装放了。F 哥紧张不 ？F 哥。紧张，给我秒出去！可以 ，F 哥，暴力！我去！暴力 ，F 哥，感觉又要笑了。他普陀应该还够啊，普陀。
朱雀，你套普陀啊，我封武装啊，嘿。嗯，不用管他武装。嗯，我把武装封了吧，你套到普陀就行了。秒了，秒了，秒了，秒秒普陀，你挂灯。啊，这把会不会点 F 哥？我贴 F 一下怎么？贴了没用啊，顶过来是必死的。他如果孩子比四多快，顶过来是必死。他孩子应该要心率激发了。四叶宝剑龙之手。完了，普陀放了。你应该笑他了。我贴了一下，应该死不掉吧？我这么抗，他不连环，有罗青啊，他连环好像也不连死吧？我贴了一下，有龙宫秒，只要扛不住龙宫秒，我们龙宫快好像秒过去，他龙宫可能会死。对，我们对我们那个红颜白首把他炸死。二龙都是能砍得死，哦，牛皮牛皮 ！F 哥，我拉你啊 ，F 哥，拉起来直接给他吃龙卷一击。你笑他普陀啊？普陀笑他队长了，他队长可能过。不是普陀把他普陀笑了，我把队长套了。OK OK， 秒了秒了秒了！我拉F 哥，我拉 F 哥。私聊怎么私聊他？加个好友。队长这么难过吗？这个好像是状元坊的实战队吧？对。哇，好猛啊！这个人是啥呀？鬼啊！天魔龙，天魔那个队长吗？欢迎一哥啊！妈的，暴力！你们有愤怒没有？有大招技没有？能进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捕捉效果了，效果。操！秒不动啊！我出个孩子先吧。你出出出！秒啊！秒秒秒秒秒秒秒！硬了！你套他武装，套他武装，套他武装，快点！啊，把龙山灯收了吧，我觉得可以收灯，好了。很舒服。法系出不来，我不知道怎么死。对啊，法系出不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死。啊，飞机点杀，飞机点杀，不好。哎，为什么我感觉女儿2688的房，怎么感觉她还是飞得我这么痛啊？你没补光辉，你没开，你暗度没开吧？我开了，她没丢破甲啊，关键。衣服都被炸温了，我操！他有可能千术会开武装啊，你给他武装套一手吧。我笑普陀，开不开我不知道。他千术跑了，他跑是一定跑了。2700房都不算高了，你知道吗？是的，我也觉得2700房是真不高。算了，我起个塔吧，不浪费分了。你妈还能打是吧？发现没有，龙宫的龙战啊，其实如果不爆的话，他那个清源啊，威力其实不攒的呀。所以龙宫好像都这样。F 个暴力 ，F 哥。F 哥非常暴力 ，F 哥。
一人一撮买药吧。你先报名还是买药？快点！买药，你们只有24秒的时间买药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赶紧买。快200万分了。这是个多工队，不管多不多工直接干。OK， 秒了秒了秒了，你把你先把盾起了吧，你女儿。不用，你先套一个师徒，我先立盾，你先套一个师徒。秒秒了 ，F 哥。不到一个师徒，不到一个师徒，不一定能套出去，服了。F 哥秒几了 ？F 哥，3号。OK， 那宝全是3了啊。他妈跑了。哎，狮驼变雾中仙，我操！我们追捕太高了。我们这个队伍每个号就哎，那个龙宫是不是追捕不高的？红颜白首号，看看，你看一下，不行就你带队开火好了。我追捕还可以15级，那15级可以，那你带队开火。哇，这个烟花炸起来太好看了。我们能防御让龙宫秒吧，对，能防御的龙宫秒吧，怎么龙宫也防御了？没有，他是贴了自己，不是防御。好像我们就其实这样开个龙阵是最赚的吧，开个虎不赚吧，还行吧，虎阵还行。其实他跑不跑掉，其实他跑不跑掉我们也不关键吧，我们得有女儿有速度啊。不是啊，你打谁不是虎阵？啊，都一样啊。他跑的话，你跑不跑掉，你都要3分钟切啊。你3分钟肯定能把他转出去嘛，对吧？你这样都不一定3分钟能切。现在两个龙城全防、啊。你这不就3分钟了吗？基本3分钟啊，他真要跑3分钟，一定能结束。好，报名吧。直接报名就行了，其实无所谓的，我们不是为了刷分来的，我们就是为了体验 PK， 展示一下我们第一龙宫的威力。嗯，这什么队伍啊？国标好像，女儿普陀队长好像是花果山，秒了秒了三。3号秒了，你套了法系吧，套了法系吧，两个龙宫卷吧。行，当然是女拔木啊。我知道他是女拔木，无所谓。你没他个女儿快了，我估计。挑他干嘛？我有满啊，我有满啊。马也没他快，有我操，资源比他快，够。他女儿方寸，牛逼！花果山拔木，小鬼自己开吧。嗯。他女儿下巴是直接够了，我直接笑他，笑他。对。嗯。要不骑两个龙战？骑，骑两个龙战自己开。人龙龙对吧？骑两个龙战。你置换、啊。我们 D P 啊，把三号再置换一下龙战啊。嗯。我去撞一下 F 哥，我自己开的，我直接劈了，劈吧，我撞一下 F 哥就可以了。
水你是有点水了。这卡数是比他方的快的，催眠我是吧？牛皮。他是花果战啊，你放下过了吗？没有，往下吧放。OK。牛皮，石头来了。小鬼，你把我开了吧，我用个慢跑撞你吧。嗯，因为你我撞你吧，你把我比他开快，你再开我吧。不是，他宝宝直接给这个四号吃个大金，拿工桶撞。但是我要撞小鬼，我怕他方阵吹过来。那你就撞啊，没事啊，你不用逼啊。那这个你把我撞我，四号这一秒，你把我撞我，大姐，来撞你，我来撞你，盯方阵捅啊。那就一号秒，一号秒，一号秒劈死吧。我给这宝顶了。他就撞我了，下边我帮你破分身吧，你要把方子笑了吧，不能把他让他接罗汉吧，笑了。他女儿应该不够吧，他女儿也可能够，差不多。而且我宝都比宝剑快吧，你宝没我快，我是马，你多少速度啊，我宝他妈这么啊，我宝这么快的、你没我快，我刚看了，你宝够狠啊，就笑他罗汉吧，他女儿可能是金青最多了，你觉得呢？嗯，我飞镖了，那你普陀去把他这样笑了，普陀哎，直接两个一号秒，我们劈牛，可以一个劈蛇，我劈蛇，你劈蛇，我劈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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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朱建宝劈蛇，快点，他女儿是一定铁够了，够吧，没事，给他放吧，他最多放个金青嘛，金青嘛，我随便他放了，没放那挺好，下回我叫他。哇，这个被封上，我操！他普陀上把笑的还够，去吧。那没办法。小鬼能进吗？我进。鬼子精轻吧，还不够贼卷。我笑女儿、你自己看着办。我的，那我屠刀了。好的。我们宝宝清他花果山宝宝吧。可以。我把我破分身去了。撞自己啊！小亮，你撞不了，你给杀狙顶要吗？你给杀狙顶，没必要破分身，他有罗汉，没必要。我给四号再顶一个 ，OK。我顶了，我顶你顶一个，我再顶一个嘛，无所谓了，我顶个紫星就行。晓得了。哇，现在动不动就是这种天女了。看他捕罗干嘛了？他不动。哎，他现在把罗汉应该还是在方阵啊。是了。哎，咱们要不要提前把他方阵笑了？没必要，不然我怕他等会。他方阵出来了，他方阵出来了。OK。那你武装去套吧。直接造成六个月人牛逼啊！一人一个，满地劈。可以。我点个月灵秒吧。其实把灯挂了，其实。哎，你 F 哥点后面的右边的那个月灵秒，那个小鬼点左边的，我们然后我们四个地劈一人一个。OK， 打前排，
我打最右边的月亮，对位，宝宝站什么位置？你控女儿，我控方阵了。宝宝站什么位置就打什么位置啊？嗯。宝宝站什么位置打什么位置啊？对。那个 F 哥，你打一号啊，最前排的第一只。对你宝宝打。F 哥，你打你。我操，完了，这我他妈没单位打。你打左边一号啊，一号没人打。要用 P， 你知道吧？要用 P 不能。完了，你没。我马不过到了。那下完女儿又能惊了。金吧无所谓吧，他只要不裸也还行。下把他方寸一定要射，把我刘云打了吧，喜子。好。八戒，我好像没有效力啊，要不你去效吧。我能效，我效方寸。我能效，你洗个塔，你洗个塔。你起个塔 ，OK， 那你消防站啊，小鬼去开。哎，你说他法系够吗？够是够了，无所谓啊。其实把我刘云打了，其实。嗯。我开秒了。你们一起点上秒吧，一起点上秒。我逼后面压你回血了，可以，你去逼了。嗯。F 哥有脾气的 F 哥，暴力 F 哥。他下边有可能是普陀或者是龙宫够，或者女王不够吧，就两个够。无限神针瀚海。你们，我有金青啊，你们。已经，我们去上。啥的？嗯。是他够了，我操！八戒加个伤害，老板没点灯了。请继续清清也没什么问题啊。那行吧。给四号去顶掉小鬼。八戒，你放他普陀吧，不给他回根吧。妈，这个幽灵这么猛的。那小鬼。我先不套了，我先起个塔，拉个三二吧，那个谁，你四号直接秒了，哎，我点到月灵秒套，现在就拉个三二，月灵推掉轮回家，立劈可以劈，你也起个塔，我不起，我下把起塔，要不给加伤害。他女儿先把四一四完，嗯，来，这点速度来了。把晶晶放了，那个普陀。好的。你继续丢吧，飞镖啊，怎么说啊，其他我丢飞镖，你套他方寸嘛。我不进清了吧，我刷灵动先吧。我不秒了，不秒了，我跟这波过，哎，算了秒吧，没什么好。我飞镖了，你套普陀还套方寸，你自己看啊。没套，我起了个灯，保持满血。
没灵动啊。下把刷，下把刷。知道。我操，够狠！我操。继续秒吧。秒吧，秒吧。八戒，我帮你破分身啊，你直接去套他方阵吧。嘿。嗯。我帮你破分身，套他方阵。可以。这一秒，这一秒，这一秒。他拉个马出来，什么意思？嗯，我们上号上号，小鬼，要不你上？我双开，你双开两龙宫来得及不？肯定来得及啊！我双开。阿西，要不你上？耶、yeah, ，鬼子让，我双开来不及，我双开来不及。那鬼子，你双龙宫，你上吧，你上，那 F 零是吧？主要阿西在下期，他妈肯定来不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上吧。小伟，你先把前面的死亡法王拉一个出来撞催眠了。对，你先把你的前面法系的刷一下，你后面那个跑了烧五三结晶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我们第一次打。先刷，你说先刷。他干嘛？王凯，你继续破分身吗？我飞镖破分身。嗯。没有，我们真没分。哎，小鬼上号了吗？没有呢，刚才扫。几号场地有饭？给什么饭啊？骑两个龙在啊，你们骑了，我撞人了，撞我两个都撞自己了，我自己开，算了，我开了，我自己开，你自己开着啊，那你自己开吧。哎，公屏上怎么狂带节奏，神经病一样的，我要去封人了，谁来带节奏？现在就是镇长小镇没事情，多给他们那个静静人啊，什么卖分啊，我谁卖分了，神经吧，我们也没有分啊，我们怎么就卖分了，神经吧，疯了吧你。他黄金普通宠，我操，这个直播间不是我的直播间啊，这个直播间不是我的直播间，你就稍微就是那些打广告的，就稍微把那个安心看看直播就好了，兄弟们。别起龙战了，别起龙战，不起龙战怎么打啊？你别罗汉了，他妈来起，别起龙战了，我操！啊，他方寸效果，他现在没有单位够了吧？应该没有单位吧？没了，你去把他武装封了，把他方寸封了。OK， 你去套他博山啊。嗯。你们没血了，自己去 PA 零回血。我去贴一下龙三，我怕他妈的直接当头过来。当也当不死。嗯。血超多。还是贴一下好一点吧。啊，我给他们上点红马吧，我看一下，之前有我直播间的红马的那些人。嗯。
稍微把他们那个不要带节奏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镇长，那你弄吧，镇长，那我就不看公屏了，镇长。我挺能爆的，我交给你了。OK OK。没办法，兄弟，打不攻我的，兄弟，别挣扎了。呼呼呼呼！八戒，我进七啊，八戒。嗯。你把他补个套，笑了，把他补个可能够。我才刚笑。啊，那行吧，你笑个别，你笑个他方寸吧，要不直接把他女儿立了吧，保个全干他女儿吧。嗯，给。看着接不出罗汉，好像他只能看着死。他这样拉人没有意义啊，我觉得。这俩龙宫卷过去啊，他太难受了吧？你别说这奈龙起个龙战，好像还挺威猛的。嗯。暴力鬼子炸，可以啊，涛哥这龙宫非常暴力啊，他女儿好像是奈女儿啊，妈一个奈，获奖过才秒这么点，才打这么点，啊，他女儿会不会有慈航啊？他会看我直播吧？这头奈中帝王，好的。真的、啊，这兄弟扛了我十五回合，非常暴力啊！兄弟，兄弟，你分应该很高吧？兄弟，兄弟，你妈怎么还是第四名啊？我操！什么？谁第四啊？没有，下棋呢，还有。你还下棋是吗？不是，你现在主指挥还能一消用是吗？现在西单。不是，这个题很简单的，挖机就行。能不能教我玩？我也想玩。行，来，凯哥一起玩。看对面这个兄弟。买要慢点啊！我两个号要买。慢点，那个。不急着爆。先爆，先变卡吧。三万分，还行。三万分。一下宝宝，先一下宝宝。放心。买药，买药，慢点，先变卡吧，你。感谢我玩蛇兄弟的一个紫水晶啊！我刚刚吃了什么药、啊？变卡、啊，小鬼！我找卡，等一下。变两个混沌球，给他们力气。要不要开把虎阵玩玩？不用吧，就开龙吧。什么阵都可以，反正龙阵也克不到人。你先变卡，准备报名了。嘿，马上再拿药，再找卡。你不用全部拿到啊。你可以不用买药啊，你卡片先变了。那报吧，再报吧，不管。切了，已经切了。你们。这是谁啊？这是刚刚打我们的这个队伍吗？熊英灵吗？三万五，不是 F 哥不是有进阶卡吗？你可以变进阶的呀。嗯，这有混的，我给他变。时间不对啊！我他妈对啊！我们左上角的时间都已经变了，无所谓了，就没对就等等呗，等等呗，无所谓了。啊？
啥时候切？我上个厕所来得及。今天贵宾有点多啊，晚上的好像人是有点多啊。啥时候切？欢迎我。那 F 哥来把虎头位玩完来。欢迎我，不是虎头位，你怎么切女龙啊？女龙，这个女龙宫的那个追捕低啊，没必要。就八戒几分切？八戒三十六，切六分。你先那个，你赶紧上取消报名了吗？赶紧上厕所。取消一下，不取消你给我有啥用？不是、啊，不用。要取消是吗？就这样，就当队长把开龙好了。要开虎吗？要开虎你开吧。给快把虎再玩吧，快把虎。给女龙，给女龙，嗯，给女龙。怎么说，萝卜哥欠我的火箭还我，欠了我多久了？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啊，虎阵玩玩无所谓了。哎，我看到我自己的队伍了，徒手摘星，打了宙斯普陀，好像听说。旁边有个人间大炮啊，多少分了？这是小王的直播间啊，这不是我的直播间。对的，这是小王的直播间。你在我的直播间是红马，这不是我的直播间啊。哎，其实虎阵好像应该没有龙阵的暴力啊，差不多的。F 哥多少体力啊 ？F 哥哈，现在多少体力 ？F 满体啊。OK。打那么久，八戒早就该把黄灯给上起来了。神经病啊！才十四回合，急什么？我控愤怒不挺好了吗？要不该先上黄灯。三师徒，这怎么说？对方懂我吗？啊，你直接放下吧，骨头钻灵动吧，梁龙卷吧，快卷！啊，现在四号卷了，四号卷。你把化身直接碎玉弄进去好了。OK， 我把化身碎玉，我看你化身是哪个。宝宝底。宝宝打化身宝宝，打化身宝宝。我打四了，我已经四秒的，我不知道化身打。地府了，地府了，先弄地府。地府化身都可以弄的。一样的。要送一把吗？这不是台州湾的吗？对啊，要送一把。送啥？我们没分啊，送毛啊。哦，好的，不用，没事的，镇长，不用。下一个不是他，怎么比你武装还快？没有了，早就动了，他比普陀快的，真的。哎，队长宝宝要防御啊，那个，嗯，哎，他有个势头比我们龙宫还慢啊，我带的马。好的，杰哥。遇到送一把，觉得可以。又他妈这么多次，秒了！八戒，你点他是化身套一手怎么样？我不能防，他那个马应该是比你快的。不行，我要屠刀，他们都是加了野兽没被放下，没套中不是拉了吗？哎，你普通骑个九凡吧，你给他直接砍一个吧。九凡。我再给他吃个紫星，他应该都是封印的，宝宝能防就防啊，宝宝能防就防。都防，你们宝宝没事你都防啊。我327的速度，你们呢？你防御好，你防你的，别废话。我的好像超慢。他点你宝宝飞咋办？哎，喜子开始飙歌了，下面恭喜我喜皇给你们唱歌啊。继续下棋了，欢迎我喜皇给你们唱歌啊！喜皇，继续下棋啦！喜皇，这他妈还没他这两块，这啥呀？咋比我快呀？这是吗？带的马，你看带的神马，小鬼让你防御不防御？我防你妈，老子切入你要了。他是真飞不动我们的。
这个伤害是有点高的啊。哎，你要把它发生过了，它发生过了，橘卷，你笑我飘啊！还你套，还你这套的化身。你想飘谁？不是，你想飘谁？你套化身，我丢把飞镖。你想把石头丢死吗？哇、哦，我想把它砸死。你还人给我顶个药吧？啊，算了，我清楚自己就行了。丢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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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普通挂灯吧就行了。他们他地府也够，知道吗？没事啊，地府放了给他放吧。我给你再卡一个吧，飞镖。这应该够了，血是够的，卡满了。那我打出去了，一瞬间满。又幺六三又说。他又没人出手的，啥意思啊？别换虚拟了，全换了，不管，反正冲不攻我们。F 哥太狠了，比人家师徒还快。F 不是，你用 F 哥的号点点左边是多秒好了。嗯，怎么秒都秒到的，他们其实慢的吧？啊，谁去笑他那个地府啊？朱军，你能笑吗？可以笑，那你笑吧。阿奇你认识吗？这就以前我丢的呀，打暴力队。报名吧，二十万分还行。放心，他马上又会生龙活虎。八戒买谁啊？八戒。哦，小鬼在这。我对上，我在买。好了，我可以了。今天刷了200多万分了，兄弟。奥古他们在外面吗？在的话刷一场玩玩也行啊。今天应该是200多万分了吧。切啊，切就切吧，切当狗子玩玩，先狗子玩玩也行吧。狗子，狗子没来，来了个台州官的女妖武装吗？嗯，啊，女妖武装，女妖武装，女妖武装，两分两秒。上龙，跟女妖宝秒了，两个龙战吧。这秒吧，我觉得这秒吧。那秒龙战，先秒一千，先秒一千啊，四啊，先秒。两个龙战无所谓了，保打四吧。普陀找个机会，他也是两。普陀找个机会把字画上。不好打，不好，我们赖龙又没速度。怎么？为什么赖龙没速度啊？不是我说我们没速度，我们耐龙又没速度，风系没速度，我的这个意思。不是我说我们两个龙应该是一二速啊，反正 F 哥包一速。你是都速度要带是吧？嗯，肯定啊。耐龙有速度，就只有风系没速度。耐龙本来就快，我操！也是一把凶狠。已经把大灯挂起来了。嗯，妈，满装之地了。欢迎我鹏哥啊！我们力劈，我跟你说，你们顶四秒，力劈这把三劈了，先秒真秒了，真秒了。哎，你把他那个，你把大灯先挂了吧。挂了，挂了，挂了，挂了。挂不出来，没事，你让白塔起了吧，先。我比他武装还快。嗯，你是满开啊。
好了，我晕了。你晕啥？对呀，罗汉罗。晕。罗汉有所谓。等会宝飞了，他清蒙吧，这么猛，我操！对，等会宝飞了，出点什么法防宠？嗯嗯。我直接出法防宠。而且你把灵智先丢了还怎么样？我说我有个龙，我对上贼罗了，然后另外一个出法。行，我两个小时了。你出什么法防是吧？那我出。嗯，我直接出壁垒。那个龙战他去秒，我们也痛了。我们多控输出知道吗？王凯，不用管他风系，风系没什么威力了。有罗汉还行吧？这不是罗汉的吗？罗的，他补的没愤怒效的。你武装他拿武装，我把金器放了。可以。不然我怕他笑我。这种这种。或者你可以不套，我金器。其实他不会笑你，你不用吧，你点点灯吧，你不用放金器了，我先起个塔。队长也出个闯、啊。嗯。那边只有秒四二秒吧，你那个左边龙宫。你把队长灯先点了啊，不多。我把他拧了，八姐，免得你会直接没他快了。我要给队长砍个小四啊！明白。普陀那把金青留着，等会儿等他没罗汉了就再秒吧。无限三飘，我操！有点晕，贱。他武装够的啊，嗯、应该是够了。八戒，你去套他一个反击，我来射他武装吧。我来点灯，我来点灯，我来点灯。好吧，那我笑了。嗯。队长宝宝开我，我宝宝去反反先，还是开自己先？让队长宝宝开自己吧。有罗汉啊，你开七种法吧。顶个小四海吧，让宝宝顶小四海吧，你宝宝开他吧。没小四海，只有大了，还是大。我点四二秒了，我全部顶小四海，我两个宝都顶小四海了。那你自己开吧，你普陀。嗯。前面摇个铃铛。他上把特级是他前那个普陀放的，普陀放的罗汉。他女儿替他准备接罗汉。被笑掉了吧？应该。没，他是死掉了。他法系估计也差不多了。嗯。他普陀上把。他普陀喝酒。死掉了。这不是应该爱喝酒的。他也启动战了，下回没罗了啊！你让宝宝要把法防起了，普陀。然后普陀你挂灯吧，普陀把罗汉接了，普陀。我直接套他武装，你把罗汉接了。我先木秒，先起两个塔吧。直接秒，是啊，先秒。下没罗汉，真秒。行吧，反正他应该是血统了。他下把有罗汉，会没有？那死亡法王先起法王，好就打四。那女儿的宝宝好，我起法王已经死了。女儿是壁垒法王啊。那你罗汉，你宝宝给自己宝宝点个试试，你罗这样罗出来就啥事都没有。OK。好笑我，我起他就给他笑了。你不套他武装吗？没有。你这不套武装，我怎么罗出来啊？无所谓了。你宝宝没死，他宝宝要飞了，我感觉他上个宝宝已经温了。
五千，八千，走，把米还多去。把他钳子被反击笑了啊！好比也痛的。他怎么拉的宝宝？队长先出宝宝吧，队长。嗯。六比零。你妈了！你们可以 P 三了。你普通挂灯，武装去下前置反击吧，他应该是金青了，先看。他不会金了，我们把盾起了，我跟你说，把盾起了，有龙在，把盾起了，女儿也起盾。暗定呢，暗定。嗯。哎，你的宝宝先法防，尝试法防，我顶个小。法防试试吧，普通。嗯。我顶个。能法出来就法出来了，准备法击其塔，准备法击其塔。嗯。出个什么电魂闪的闯灯啊 ，F 哥。他武装也要刮大灯的，他女儿下巴应该是有愤怒要笑的，他武装愤怒下巴应该不够吧？前置他前置法系没人笑啊，渣渣放出来我们不亏啊，我们又没封。但是如果你笑他，他是两个龙宫的地震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就使劲的冲他输出，不用管他回血，回血就走。他罗汉没了，罗汉没了，就武装够吧，他们。哎，你把他武装笑了吧，我飘一把他输出。12秒，一起罗汉，我要干嘛了？点个灯。点灯。点自己宝宝点的。你把灯先挂起来，西装，好好。一起12秒啊，你们。你笑武装吗？我没笑，没笑。我他他了后面的法系了。我们灵动下巴要刷啊，我比他补的够了。他补的为什么够啊？够吗？差不多了，被挨了 好多回合秒了。反正你妈，我他宝宝骗飞，我操！这宝宝加过点的，就是没有点没留的。是啊，近秒吧，不出宝宝，近秒，近秒，啊，普通去向他后置的法系吧。要灵动吧、啊、那你先灵动灵动吧，灵动要灵动，先秒了。你普陀给 F 哥吧， F 哥人顶个药。你武装干嘛了、套普陀啊，强盗普陀，快点。我套了。你女儿干嘛？我女儿冲他前面法系，笑后面法系。他女儿是不够的，他女儿只会笑的。无所谓的，我们不放，不可能放啊！普通嘛，没灵动就没灵动，他们也没有，不亏。他们启动队被你活活秒死了，我操！都砸！八戒，你清风望月吧，八戒。等一下，我可以金了。那你金青，金青刷灵动给他秒起，不管，牛逼，快神了！硬秒，我跟你说硬秒，普陀出宝宝，我把普陀开了。你不金是吧？那你套武装，你套武装，你套武装，我先封前面法器怎么样？还是你罗汉？我罗汉了，你可以封武装，我罗汉我宝宝开普陀了。我要硬秒了，硬秒，一号硬秒，硬秒。你宝宝开普陀，我顶个小三，再顶一个，我看谁血少。我给 F 哥顶个大金。我给自己顶个小三。秒吧。硬秒。狗东西。没事，下回搓草。硬秒。差不多应该不够啊。我跟你说，你宠都别出了，你就给我狠狠的秒。
哎，千速开自己吧，哦，普陀宝应该属自己快了，已经开过了，赶紧给 F 跟林都拉上。八剑能上吗？把他那个，波比，我出两个草。他普陀，我跟你说不用出，你一定要硬秒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硬秒。出手没有意义。他那个普陀宝把你开了，普陀宝把对象开了，直接秒，硬秒。就直接秒。趁着现在他你有没有血？一定要硬秒，不出宝宝。哎，你去笑一下，快点，你去笑他普陀，快点。我笑不了，我笑不了，只能你笑。那你把塔起来，我没有愤怒。千速不行，加伤害吧，姐，没事干，加伤害，秒了。千速开，千速开，我给普陀顶压，我开我啊，千速。阿杰，五秒了，一号秒了。知道。我也不能等他，没有。灵动没？动了。妈逼，鬼子，你把我当傻子用是吧？灵动没？怕你下棋没注意。哎，我看着。他金七嘛，无所谓了。他又逃不脱了，又要被跑。你包抗风吧，西子。拿抗风都没有了，还包抗风？你他妈的又有信念，四号加起来秒死他！我字画怎么被顶掉了？清楚。妈，敢起龙蛋，我操，炸了！就跟对秒就行了，无所谓的。你们笑，我都能笑吗？反正笑了。我金青，你们笑。你武装能笑吗？反正笑。笑不了，笑不了。那我笑。你不笑金青，你打我双龙宫队友一定不能金青。别笑，不要，我笑，我笑，普陀金，快点。我笑普陀金，你武装强套他法系，套他后置位法系。我连他后置连五号秒了，连五号秒，现在法系宝宝。你们血都多是吧？自己塞大了。塞吧，你自己塞大了。朱卷，不是你身上紫星啊？你给 F 哥塞一个 ，F 哥没血的。朱卷，你给对方顶一个吧，朱卷。好，我把他继续法防。他武装也要笑，他武装一把清风还行吧，他清风过的，刚才清风过的，上场。你愤怒不应该留着放金线，应该接留接罗汉的。我也够，没事。不想笑掉了，炸死启龙钻的，牛逼！哦，炸温了。你现在能笑吗？你把他武装笑了吧？我笑。普陀把酒喝了，出两只虫怎么样？还继续秒？普陀把他起来，把酒喝了。喝，新秒吧，还是新秒？新秒，硬秒。普陀把酒喝了。普陀的虫给自己卡个大金啊！普陀卡了。你们谁还残血？没有残血，我就打出去了。我没有，都满血了。八戒，我们把我打三号吧。P3了。他两个法系应该也残血，他两个法系都差不多了，特别前面那个都被秒歪了都。他没点劳心，把左边的法系开了，继续秒。你像这时候趁着他没有罗汉啊，一定要趁他病狂秒。我操，后面的够了，秒不进去了，出种吧，出种，先出宝吧，出高连嘛，出力劈的，出力劈，出力劈干嘛？打谁啊？闭嘴啊！不是出高连没用了，你一定要出那种能耐超、能扛的宝宝，你知道吗？能顶药的宝宝，拿这种对吧？那你什么宝宝？你把 F 哥号出个电魂斩，快点，出个电魂斩。我看有没有。那普陀罗啦，你普陀先自化，先自化，不用罗，我觉得。自化。你武装套谁了？快点说，套前面 ，OK。套前面法系。你能气他，一定要气他，让他笑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女儿。笑。千速比武装快吗？千速。应该是有的，啊不对，应该没的。啊，我一个进一个罗，我一个进一个罗，把愤怒放一下。可以。他妈打的法王。
你普陀继续把字画上起来。嗯。你字画给左边的法系先上吧。我上塔了，八姐。嗯，起塔，能起就起。啊，宝宝第三了，听他。三号是吧？一号，我一号了，我给一号了。没事，尽量多冲他两个输出点。真阳逆袭，无所谓。下回又可以起了吧？姐，他五号是什么？他五号全力力劈。是这意思吗？应该是。哦，好像是这意思，不然他没必要给他加。我操！我比痛。我去！我差点弯了，喜子。哎，哥。我估计喜子要被烫聋了。不可能的。我他妈还一万血呢，有罗汉，他能把我看死是吗？哥，然后也知道叫哥了，我操！累呀！我要出风暴房了。出吧，我秒了四号秒了。我有金星，哦、你们五号秒到的，可以金啊！不是没罗汉，我没金了，没金了。错了，宝宝。哎，找宝，我宝那个对方宝宝去贴一下那个普陀。嗯，我点四号秒了，秒到五号的。嗯，你女儿飘了啊！你女儿飘了，飘了。哎，我字画怎么又没了？我不知道。我给普陀卡一个，大。有高区吗？场上没有吧，他不一定是 高鬼的吧。嗯，这时候可能拉高鬼宠不知道什么，就是高鬼的是吧？强力力逼吗？还高神是吗？那不很正常吗？打化身的高神实力力逼太多了吧。他两个法器都是空愤怒啊。嗯，那他不是温了，你妈逼扣回他呢。普陀先把能清是吗？可以。你经历吧。好像不用捡，他女儿在里面，不用捡。不用捡。我点灯就行了，点灯就行了。把灯挂起来。大姐，你挂大灯啊！我把他武装笑了，还是疯了？武装。你把挂武装笑了，哎，没必要笑了，好像。别挂大灯吧，你把武装套了吧，真的，直接套好了。嗯，我直接套了，谁提前笑女儿了吗？我笑了，你就给我狠狠的笑。他是太怕死了，我操！哼，要被罗汉了，不敢起的。后面老公可能被我秒弯了，要去，林道，阿比。他主要还有宝宝站不住。后秒过了。八戒，你把大灯挂了，我把他武装笑了。没必要笑。我刚放不了，我把他人开，没必要吧，没必要吧。你普罗去接你的罗汉，别放进去，让他秒不动就行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把他后置位法器塔套了，好吧？嗯，我套他。那普罗就没必要接罗汉，把那个电魂闪的灯挂了，我笑武装。电魂闪一号宝宝，直接全部跟一下那个前面的法器，必得全跟。会随机到双灯的。他女儿是一点愤怒都没有。把蛋取掉了，牛逼舔了。哎，你普陀可以金了，普陀金，他武装不够，你套普陀怎么样？把他灵动断了。我套普陀，他龙宫其实也算小奶。嗯，他龙宫应该也不是全没的。
你让二号去骑法罚，普罗灵动，普罗不接嘛，灵动吧。嗯，那行吧，灵动吧，灵动吧。我顶个小帅，我给宝宝顶一个，给对方宝宝顶一个，我真对了宝宝。DPP 四了，他是要血种了。嗯。你又上他武装干嘛？清风吗？清风。他给他武装可能是清风，让他普通保证灵动。来了，可能心眼了，我跟你说。他放了，他要放罗汉。对，他是后面的法器带罗汉，前置的法器只有金青。我们这血量，就算他心眼也还好吧。他两个号应该都是血要带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们都十六啊，两个十六啊，他们没有双十六吧？嗯，他十五吧那个。对啊，宝石不能白上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样，你先把普罗进一个，他强放，那个你强飘他骨头，别让他点灯。可以。你武装直接出只宠吗？好吧。我出宠，我出宠。但他后面法器其实够啊，但是我觉得他不敢放。够了，所以他速度最慢，还好。哎、我有罗怎么说？你金，哎，你电魂闪直接去驱他前置位法器灵动，或者是驱他法防，驱他法防。去灵动了，去灵力。法防马上劈掉了，马上劈掉了。都没血了，后面那个怪温了，后面那个不顶药就死了。他后面那个应该是放的罗汉，直接把顶住了。哦，他是没血了，那不顶就死了。武装等都点600多了，还要跟我们硬秒，一定要硬秒。他女儿够吗？你觉得？我们也要跟硬。他女儿应该不够，笑了好几百，不太够。啊，普通把灵动刷了。先秒。你把他后置位反噬套了吧，朱俊。套了。我尝试给对方顶个大金啊。嗯。硬秒。OK， 把这顶个大金。他女儿效果应该不够，还够，操。这把有点问题，包中了是不是？看来血量够了，还行。哎，八戒够狠，八戒中了。无所谓，我给你打顶药了。没人开队长啊，主要人开不就完了吗？队长说的实话好吗？继续。嗯。我比他女儿是个耐女儿，你知道吗？好贱啊！就耐女儿来一说。耐女儿，他就耐女儿，我知道。哎，不也出宠吧？出两个吧。嗯。不，一个秒。你左边的巨秒，左边的巨秒。我操他妈的！出个高区有吗？我看有没有高区的，等一下。我看有没有高区的。普陀把灯挂了，普陀。我高举中，等我，我现在出。先把它开了吧，那个死亡，那个法防。我点开。找宝宝贴一下那个 F 哥，他有可能直接 P 过来了。F 哥宝宝出来了，队长，队长，也不知道。他贴队长。牛！奈龙咋全部人确实推了？他妈还跟个奈逼女儿拿医术，你知道吗？
他是全魔龙嘛？那怎么办？全魔龙，那我们他妈的没办法开个虎阵啊！哦 ，F 哥进一个 ，F 哥进一个，我把他高区，谁来开队长？你那个二号把队长拉了，出个高区。可以，我普陀先塔了。然后普陀宝宝自己开。他金金了，我开开你。我金了，我金了，我金了。金了是吗？行。我感觉你把金不出来是什么？他一定是太卡了。卡大，加了。我没大了，我把五号去了，把女儿喝酒，挂大灯啊，兄弟！我操，牛逼，直接套我高级爽！你不是进了吗？无所谓啊，进了。我操，他全 DDP 对吧？死了吧！我应该死。这全 DDP 好烦啊！反正都解决了，我宝拉武装吧。你拉武装，你拉武装，我起来先挂把大灯。我先点灯。我先启盾吧，怎么样？对他启盾，对他启盾，对他启盾。宝，不是，我都直接挂灯了，不？你要拍拉武装了，等。FK，我们先起塔了，先起个塔，马上分队又过了。FK起塔可以，这一顶要了。保险把房了，先扛住。大金也不多了，操！我大金多，等我来顶。你保是比自己快的是吧？对的，肯定。哎，跟他开了，跟他对秒冲了，算了。要对秒。喂，没拉起来，够狠。真贱。哎，我人拉你怎么样？你让他尝试拉我看看吧，不错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你听我说，我人拉你，你直接把他对面的法系套了，捕捉直接给这个法系挂灯，开法系。可以。秒还出手，秒还出手，秒还出手，开了真秒，直接双秒，开了真秒。行。哇，那宝宝爆灰，我操，难受死！我也没拉药了，我已经。然后就赌双灯了，就赌了双灯了。他这把应该靠的是 F 哥。他拉了高连，换高连了。但这把其实双秒，他也不太扛得住。你没拉药了吗，女儿？我已经没拉药了。一个都没有。可以，这把我没死。普罗先出宝宝，你们两个静硬吧。你们两个顶个亚金啊，那个小鬼啊。可以。啊，这起来个，啊，起来套的。哇，牛逼！至尊三枪，至尊飘真的是至尊。太没了。其实吧，他不飘中了，两个龙卷出去太难受了。是的。那没办法，他准了。我得出手。你 F 哥出手，你宝宝开一下。普陀宝宝拉我吧，普陀宝宝拉我吧。我一个出手，一个开自己秒了。然后队长自己开这一秒，对吧？嗯。然后你普陀人干嘛？普陀人丢把无魂，无魂给他法器。然后普陀宝宝拉我。哎，队长，其实队长宝宝应该给我卡药的。我宝宝可以卡给你吧。OK， 你是那普陀星子蓝，普陀星子蓝，我宝宝给女儿卡。你是快种吗？我是很快的，超快，结快。F 哥直接出快种了，先顶着。没大金了，先拉个孩子出来扛扛。
第五张应该起不来，他三只高连。我五张超烂。他这把其实主要他这把双飘太准，少飘跟一个反系都行。你是雪宠是吧？好，右边还神够。点二号秒吧，二号血不够。嗯。宝宝扛不住啊，你。你超耐是吧？不是很难，好像。龙，你要被轻松弄死了，我操！有灯。你把我自己拉，直接秒吧。嗯，我一个 F 哥自己开 ，F 哥自己开秒了。嗯。我没拉药了，普陀抓你。那你普陀宝宝去尝试拉我看看吧，没办法，你去尝试吧，去尝试着拉吧。把灵动刷了，快点。拉水呢？那个龙宫有灵动。拉我，普抓。我都刷灵动给谁刷的？挂灯。他女儿比你还耐，我操！不是比我还耐。我伤害打他六百，够吧？你现在伤害不高吧？主要你把自身三飘他都没飘中了，太难受。而且他妈的还两个全魔龙，两个耐龙，太亏了。嗯，血吗亏？还没克阵。所以要下一场吗？所以不要放幻境啊！龙这门一样被大克啊，一样是他那个。如果说他这么耐，我是不是可能有拿一出啊？没有，没有可能。他有1600都比你快了。1600加15%加20%，2000多了。为什么15%？我怎么知道？哦，他卖15%了。那我也是个敏捷10%啊。你要比他少15%嘛，反正。你现在多少速度了？跑掉啊，普通。我现在2000，跑吧。这钱再买。变卡2000吧。变卡2000啊，肯定变卡2100啊。哦。他如果有1700就比你快。他1800多。那就肯定快了。他昨天就是1800多。主要是两个全魔龙。打华山，我跟你说，风系肯定都是用耐逼风了，明显。我们多少分？没多少吧，没打过那个东西啊。别开虎了吧，就开龙吧，龙被退也无所谓了。现在是鹰最好了，跟他们一样开鹰不行吗？开鹰的话，那跟开龙不是一样的吗？那开鹰也行啊，遇到风我们也能打。其实现在没有风阵好像。有是有，只是你们遇到而已。之前不爽，现在狂爽，拼命！多少分？估计几万分应该有吧，可能就1500分了。啊？不知道。来买药。买药吧，一人一宠先。应该是没什么分了，我们第一次打华山。一人一把吧。好好看这样，等一下我再买药，马上买一种。
没人一到人啊，马上我还没一，再买药。队长给普陀吧。难受啊，就这么被干了。哎，拉两千零都拉两千零的吧，先带石头，开场带石头好不好？好点。你主要那只宝宝，其实打别的区，你得看打什么队伍嘛。哎，打暴力的，其实真没必要开鹰。这被干了不是很正常吗？其实就开极限克，其实开个龙阵就可以了，真不想开鹰，想想开鹰也行吧。开鹰没有意义啊，龙阵剑会的龙阵还对。华山龙阵，整个大家碰到他们，你又被干了。我们开鹰包干他了，包赢。其实开虎也能包赢。因为开虎我们一样有数据。给虎哥主三位吧。无所谓了，都差不多吧。都一样。去问一下哈，我们多少分？几万？我估计啊，几千分差不多吧。有五万吗？还行，还行。这什么队伍啊？秋杀逍遥，你冲哥，冲哥好在对面。单女吧，是吧？真秒了，三一。女的，虎婆，方寸吗？恶心队，恶心队！哎，刷灵动，十二帧秒！哎，这个队友他打不了多久了，刷一下就崩了。开始刷灵动，撞人了，我撞一下 M， 撞一下 M， 直接跑。队友没有武装的队友一下子就崩了。我知道。你那个帮战队不打华山的吗？打的呀。你那辅战队，冲个号怎么在这？那我怎么知道？我打的也是猥琐恶心队，四风单大堂。小伟，你自己毛找好毛？什么毛找好？手工的毛啊，带好。一直都带着。蛇等一下需要用到。所以直接报名吧，出去。变好。再变。好像全力一批加这样，全力一批加这样令其伤害好高啊！不是，他的全力一批啊，主要是配合他两个龙骨饼啊，你只要被他一个打死以后就很难受了。不是，他是有增阳令其，正常批两千多，他批五千，他多了80%。不，多了80%伤增阳令其。他的增阳令其是很早时候，那个时候不算是太高的伤害，对吧？不，增阳令其是一样的。增阳令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怎么打？只要是给宝宝用就80%。他们青蛇就是拉一个全力力逼过来劈那个蛇8000-9000，你知道吗？就拿全力力逼给他挂个增阳令旗去劈蛇的。增阳令旗是一样的。他欺负别人没高区的时候就拉全力在那劈蛇。然后他随便拉个虫，他们就知道是高区。把文哥拉进来。啊？文哥，等会把文哥拉进群。
你是你让文哥来开个龙宫嘛？没事。你是群主啊？拉了文哥。又是他，嗯，就是他，他又跑了，我冲秒了，杀秒了，我丢飞镖了，继续啊，老规矩吧。只要把他撞下去啊，他有个寸，他有个方寸啊，就有个方寸啊。撞 F。不爱他小文哥。小鬼混沌说便便，小鬼你们浪费 F 哥的钱是吧？F 哥自己在的时候都不。妈，他没有别的卡了。不 ，F 哥自己在了也是，不是他有一张进阶的炎魔神卡，干嘛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真没了。我看他有张满次的，真没有，那没进阶的，并没进阶的不是掉，并没进阶又没那个的，不是掉 F 哥档次吗？那行那行。有张满次的没进阶，我操！你变张别进阶的卡吧，后面。行吧，后面神殿卡，神殿卡。一下。报！放心，哎，文哥不要进来吗？文哥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在里面。文哥，来文哥开号吧，文哥。不开，开个龙王。不开，感冒了。F 呢？F 走了，他有事情出门了。小鬼双开现在。对，鬼子双开了现在。我打花打花针啊！打完了，跑了跑了一晚上。那这些符啊、卡呀、装备持久从工资里扣啊，这。没事，文哥，我们华山有积分，可以换金刚石，很耐久。金刚石有毛用啊？这么多极品装备，你们得修要多少钱啊？再修一下，得多少160珍珠啊？没事，文哥，老板。哎，妈的！感冒好几天了，哇！这声音一天一起，你烧，烧了几天，我操，难受死了！感冒，再加上他妈的嗓子也不行。等会找平儿去把那只，就是那只速度好的、资质好的那只。大三二，好的。时间到了。就是涛哥那个，不是，就是那个十二技能资质特别好的那只，是吧？打一只好的吧，我上个打一只好的上面去吧。我给你打个华山就去弄，结果去打。我给掏书，但好像直接改书吧，要改书哦，书不得哟。好的，等我去帮你看一下。我真秒了，你们被大克了，就是刚才那队伍。我大招风化山。你睡玉封掉他华山。OK， 我睡风化山啊。嗯。啊，他上面是一波死亡闯啊。嗯，宝打一个。我们宝可以清一号。其实两个龙宫秒加一只壁垒根，然后三只壁垒再打一只，差不多。是的，三壁垒要打一打。哎，这队好贱，他就看着我们队伍他妈报名啊！我操，不可能的，你神经病吧？人家看着我们不一定厉害。你怎么说人家他妈的那么无聊一样？我操，几十个队伍看着你报名是吧？就是，而且不一定刷到你，哥们。牛逼！他进去了，他化身比我还快，我操，够狠。他干嘛？点杀。没点三个野兽，他又比阿西快了，我又比那个左边这个石头快了，你傻逼吧？哎，们打个点双攻双秒干鸡毛啊！把我坨子拿出来飞一圈不就结束了吗？文哥，现在石头全是比他全是超快，文哥，你要是抢速度我就没伤害，文哥，不要速度干鸡毛啊，飞就是了。他们物理全是1400的速度，管他多少速度，那你就。给他吃权力啊，给他吃不快就是。上盾吧，两个法器上盾吧。我操，这什么龙龟啊？这龙龟怎么这么牛逼啊？哎，我出星元，红颜出星元了，出星元了，先秒了。先秒吧，两个龙龟秒。发现你什么操作？快点说，套笑话声怎么样？我防他队长屠刀了，我屠刀他队长了。OK。哎，宝宝能防了就防，知道吗？有些速度快的宝宝要防了。不是，千术给那个再顶一个，我再卡一个。顶了。他三个凤凰印，我防。
我也发。我要贴一下这个，我怕红颜直接被飞死。他是不是知道有没有新人了？牛逼！牛逼！他不飞了，我估计飞都不飞了。牛逼！他妈又大野兽又来睡着了，够狠的是吧？天魔劫牛逼！给我给你够狠够狠够狠！不是，他是没有金刚不想飞。对他没有金刚。完了，下方是重伤。下方我们全部按防御，他会不会直接四波宝宝了？他四波不屌。他这么多事都做不了我的。啊，他的地府是有大特技的啊。我们就按防他好像没办法吧，他难道一定不飞吗？那你要跟他化身啊，让他飞啊。你们两个龙宫就防，两个龙宫一定要防。防了防了，我去他妈的。你女儿可以控化身试试看，我反正我不知道。你自己看着办啊，我先开一手啊。啊，你武装宝宝要不给你宝宝能防住防，你们宝宝能防宝宝都防。你宝宝给龙宫卡一个，快点。我卡是吧？啊，你卡，你宝宝慢，你宝宝慢。啊，这个老宝了，他飞不到宝宝了，都秒了这么多枪了，大飞不了了。没事，他可能顶药这个。他地府金了不就能大飞了？对啊，他马里克小帅。啊，这不是大飞了？出来了。哎，我操，他又小飞了。无所谓，大飞都不。你们只要防御，他飞不动我们。你这保不防啊？顶药啊！给自己顶一个啊！这么点血，你保最慢，我保快的。你都防御了，你防御不会死？怕死吗？死啊！这宝宝应该防御吗？你这千岁肯定要防。包神，我去你妈！包神的问题是起码的操作问题。然后面的出宝宝，前面起龙战嘛。嗯。起龙战还去指啊？起龙战可能直接连过来了。没必要起龙战吧？起个盾好了。那起盾好了。他宝宝被掉了，先起盾吧。我先起盾了。谁起九凡？不用起九凡了，直接把一号拍了好了。人都拍了。一二四都是那种工种啊。二是死亡无所谓，一是清高就行了。一是高连，别把花变成了猪。这个没有宝。拉虚弥真牛逼，他不会直接给我换一波虚弥算了吧？没有，暗房了。啊，八戒，你套一个，我封一个，八戒。可以。不防了吧，直接秒了吧。秒，两个龙。秒。波比，还要起子呢，这边起龙战，直接下没了。我把金金放了，回个血。你放，那我那我你们找个我直接防血的话，找个 APP 防吗？你封谁？我封右边是龙了。我龙不防了 ，F 哥先防了。我先。血统就要给他顶一个吧，哦，有人顶了，算了。防，血统防，血统防。我。你先老无所谓了。他是有点快的啊。你别说啊，这个脾气的伤害是有点猛的。我妈。还加喷火的。你怎么防了？这个防啊，后面那个没防。哇！不能老想着被动挨打，我们得干回去，懂吗？我们是两个龙宫啊，我们是一个很平缓的输出啊。你跟三宫去打暴力，冲不动他的。啊，第五分都没放过啊。放过金的。啊。化身是罗汉三回合加塔。加倍秒，他可能说话吗？化身快够了，他化身可能快够了。这龙怪好猛啊！我操！卷吧，卷出去。嗯，我自己顶大金。宝宝都别打，就一起一号秒。两个法器点一号卷嘛，是吧？
你普通攻击不用给自己挂灯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嗯。我自己跟他。我自己跑小自然，你们不用管我。你这罗安还不进不行，我怕他直接拉一波虚弥出来飞机，哥们。我们这队伍真不怕虚弥。对的，小帅顶了。不是，他双十多其实没有啥事情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肯定是一个开塔。无所谓的，双十多这样只要飞不动我们就行。现在晚上，这金刚真猛，我操，晚上飞这么多。他化身应该够啊，他化身啊，但是我没有分得效，你这强炮应该化身慢。他化身连效两把了。不、动。秒了，秒了，秒了。关键你去封队长吧，好吧。飞不进来，不打了。废话，我们六六球。他们如果是三个全力的，可以飞得通。他妈他打化身他敢全力是吧？不是，现在化身主要你万一奈比遇到全力，你也尴尬的。就是我们奈比他遇到人家全魔，我们也难说。嗯。是说全敏捷加太多飞不动，他如果全力是飞得通。慢点慢点，买两个号的要。一宝宝一宝宝。好了，说。一下人。一下宝宝。一下宝宝，一下宝宝。买下就。文哥去休息了，文哥在看直播。文哥这个声音是有点尴尬的，文哥最近感冒了。鬼子，你等我去把那个三个打了吗？你看输的技能。你打，你开直播，你打。我不想，我其实掉什么都一样，这又没什么危险。对啊，对啊，这没危险，你打，刚好你不在直播嘛。那个宝宝好像不在我的，行吧，我打吧。我问一下文哥啊。我确定一下，其实我变仙子卡好像跟他的女儿速度是一样的。如果我变仙子，我跟台中湾的女儿是一样的速度啊。对啊，812，1812。你比他还快一点，他是耐中之地。我变雾中仙，我肯定跟他一样啊。我现在我们变还有1900多速度啊。你就打了一只十二的，知道不？就那只树枝的那只，淘汰了一只。先改，不打。好好，我知道，我先把技能给你改好，以后然后。等我打的时候会来的，我在看直播。好的，我来吃东西。兄弟，我感冒了，他妈的难受死了，讲不了话。龙体啊，文哥，龙体要对吧？休息一下。你们少吃我点肉，喝我点血，我不就有钱看病了吗？他妈，你们几个他妈的吸血鬼，每个月都收老子40万，哥他妈没钱看病了，怎么搞？文哥，你别这么，文哥，你妈的，还逼逼叨叨，逼逼叨叨的。喂，喜子，大哥不是说要给你刷圣子吗？喜子，要不你直播打一下子，喜子。我的直播打下去不是圣子的问题，是人还在不在是个问题了。不是，哎，12技能三二，掉什么技能都能带炮。
叫鬼子等暗点就好了。先把树改好，然后把三个拍进去就行了，无所谓的。没有，赶紧搞，搞了之后我看看套子不够，我还去买点套子，知道不？来了。这是什么？女妖国标，师徒魔王。别发现王表了，啊，行。这队友要被我们打死。这个逼给我玩套路，上来给我起了个塔。这套好像都猪号的，不是，这不是猪号的，这是一个主播，五二零的主播好像。那个四头不就猪号的吗？就四头一个好像猪号。哎，他好像都够了吧？这把两龙秒过去。对啊，所有的分数都够。三个硬笑一个吧，我笑女三笑，我笑队长。就直接双三个笑，然后下把直接取秒好了。真秒？那就一秒。啊，你笑他地府啊，你别放下。我下地府。你这样想睡觉，这应该挺可爱的。给五号顶药啊，鬼子。顶一个。是蜘蛛酱，不是指挥鬼酱。蜘蛛酱谁？他姐。红红酱想睡觉，那直播机器酱也想睡觉。我水鬼酱可以。他，我们的卡自宠是在他物理数的后面，他有什么难做？嗯。我们等一下，女妖是否还够攻击？够。他说我第一回要买愤怒的话，下回是够金星的、哎。他后面是不是个女盲目啊？他招了个十。第一不知道，我秒了二号秒了，现在秒了。秒了。啊，军秒。你涂多少八戒？我涂过了，第一回就涂了。我直接 P 他五号去了，他妈的。我也 P 五号去了。回点血。军顶呀，军顶。那我必须得跟五号了。牛。现在地府好像不能双毒，有点难办啊。可以双毒啊？为什么不能双毒啊？因为他毒不到啊，因为宝宝身上都有个超痕迹啊，到处都。自己开卷吧。我像女儿，你们自己看吧，我像女儿。要不然谁就把法笑他法师没有丢过特技的。我笑了。我就笑，我没愤怒笑。没事干。你笑。那你去打吧。你妈的。谁开了啊？不是你不开吗？他宝宝自己开。自己开啊。那谁给？宝宝顶的是吧？宝给那个宝宝顶药的是吧？贴一下。哎，无所谓，这宝宝他妈其实更难了。这不是送愤怒吗？我们全是麦比，这个招了。他觉得没有问题。要封印，感觉已经用了。有啊，把我们血量都打下去了。
送点愤怒吧。三米四都要翘了，我操！炸弹。他地府一定过吧，八戒能笑吗？能笑。行，那你笑吧，拿个龙卷吧。他的马的隐身有点久啊，隐身六回合，我操！这是运气，运气。浪费我操！法系到底是个什么牌？我操，都没见过。魔王应该是个魔王吧？我反正没见过，他是没出过手吧？没有出过手，但他有一只拉鬼，拉了个什么豹子哥，好像有点像蛇灰。但他妈的，伐木又不可能比我们两个龙慢，对吧？嗯，有可能的。他开场不是壁垒吗？被我们清掉了吗？变卡，变卡，变卡，变卡。慢点，我变。没事，这一集你有三分钟的时间，慢慢弄。一宝宝，三分钟才能排一次。要买一下，吃了很多药。那个掏个那个女龙的话，你把那个。哎，我上带了张牛头卡，到桌上变成牛头卡了。好像感觉两龙宫，反正两龙宫打华山两个麦低好像还是蛮无解的，这种暴力队都不太能出啊。是的，你发现国标强了一逼，国标好像，但是我们没打过很强的国标队，我感觉打过很强国标队还是有点难打。嗯，凯总打完喊我上下普陀。那个什么爸爸熊爸爸更说让他要上普陀，什么？这许哥开的号吗？我不知道，许哥开的号应该。然后他给我发了一个宝宝，这个如何十七技能的力劈？什么？十七技能力劈？就是熊无敌的力劈啊。那是野生的吗？我记得。不是野生的。我屁妈的！开卷。这。五号卷了，终点是什么意思？是只能给他吃葡萄。我觉得后面他可能是个方寸。第三个了，我只要带这种宝宝。对，这是我以前百花村的小弟。啊？这是我以前百花村的小弟。哪个、啊？八戒，终点是谁啊？八戒，你叫终点吗？以前？啊？很久以前了，已经有，我跟你说，已经好多年了，七八年了。你叫终点吗？以前的那个。不是啊，我以前是不是叫终点了？是的，他已经叫
他已经叫西瓜，他已经叫西瓜。你已经叫钟点工吗？是的。鬼子，你太逗了，鬼子。他妈的，他不是打手。老太撞我听不？终点工就来了是吗？终点秒一点血，我操！为什么秒你三点血？秒了秒。牛逼呗！我起盾了，你们随便啊。嗯，撞下人好了，我怕真怕这逼是个方阵，我操！他不是方阵，肯定是你们。我从后面来了，那个秋秋。我跟你说，真有可能是方阵。方阵这回暗晶晶干嘛？暗晶晶不是暗罗汉，你们人间暗。我跟你说的是方阵，这比方阵真的慢，我操！我启动战了，我启动战了。大弟啊，他是你十年小弟了，你都不送他一把？嗯，不送啊，傻逼！这他妈的，这有什么用？不是，我们队伍分太低了，我们只有五万分啊，送别人没用啊。对啊。什么？这里面什么宠啊？我操！你秒吧，秒吧，我中枪了。我启动在吗？秒不动啊！你启动在，人家都跑了，你启动在秒？秒啊！人家要跑了。那秒吧。都遇到我们就无憾了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八戒遇到粉丝小弟太开心了，你小弟高兴了都不是粉丝小弟，以前一起玩69，玩那个玩了很多那个，这就单独的玩过。当年的老大哥呢？等我们连麦一起打就行了，咱这个整的。我是有点困了。再切一场吧，切了。再切了，我先弄点吃的，现在弄，刚好打完吃饭。我刚好在吃了。哦，实在太饿了。好晕了。八戒，你以前是不是叫射终点？啊、不，没有，这个是他们后面自己取的名字。终点工郑振元，射终点，别人喊他都喊终点。没有，我以前我的名字叫终点，然后有一些符号很帅的，很帅的。很久以前啊，妈的，那时候很小，搞的名字不都挺对吧？不挺那种潮流了吗？啊，那不叫南瓜、啊。哎。我们运气好的话可以排两场。我这一些名字我这把名字有点意思，我操。报名直接报名。报38还行。38，我操。过。小弟暴力。小弟分析。我们54分切一场，57分再切一场，这是运气。快点。报名啊。报了。汤师傅牛肉面真好吃，想吃。你不是在下棋吗？怎么又在吃牛肉面了？一下棋牛肉面，一下说就下棋，真牛逼。下棋都已经半天没下了，要开桌那场就没下了，关掉。小鬼太那个阿喜太舒服了，阿喜天，每天过得这么惬意。不是吃泡面也舒服是吧？对。
谁知道吃的是不是泡面？对啊，谁知道你他妈吃的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八戒家不给你拍个照，对吧？牛肉面里面他妈加几条龙虾什么的，龙虾都来，龙虾放进去，那面都挤出来了。哼，牛逼！太阳组，他要跟我们干了这个队伍，我先出装了。真秒了，真秒了，真秒了。没有。我看我秒第五宝宝去。老青，直接对他换个老青吧。他这个队伍是直接飞到，你不能吸下。暗防了，我去他妈，血统暗防了。再见了，对。好了，不浪费时间了，下场再来。两个领波城啊，这是。你要变身到领波城，我操！就以前是托林，后来觉得是个领波城，转的门槛。石头不行吗？他们觉得吧。我跟你说，三狮驼很难推崩别人的，俩凌波是容易推的，真菌一起乱飘。两龙宫秒吧，直接吃下全防。啊，要不给他留点愤怒吧，你都跑了。留点愤怒吧。好吧，你妈逼，我们组合比人家两个物理都慢。好，防。让他跑吧，让他跑吧。他妈1400多速度变这卡没人家两个龙宫直接秒啊，他能跑得跑掉。他凌波城得多少速度啊？带满了，他们现在 PK 都是1400的速度，可能就现在这说话像个妹子啊，我凉了。哦吼，这还是个女号。八戒，这刚才看到那宝宝名字好像下雪啊，我操，这个名字不有点像下雪？不会下雪回来玩了吧？对啊，不会是你？我不知道。快报最后一场，刚好没卡了，还钱塘江了，我操，够狠！对啊，可能就下去了，完了就不下去了，够狠！下一页你问一下，应该就下去了。八戒，你问是不是雪雪？还是个盘丝洞，还是个盘丝洞？地府还盘丝啊？盘丝啊？八戒，我试着发一下下雪在吗？可以吗？钱塘江下雪在吗？好的、阿鸟他们那个双龙送双秒了，打了500万，不打了50万的，一晚上。啥？一晚上50万吗？嗯。他没什么人跑。别去留。来了，就是他们。好，跟他们打。来了。哎，直接出新人了，我真秒了，我去他妈。真秒，零到刷起，啊，你这么。哪个？我呀。套普陀了。你把普陀套了。我套普陀了。哪个号新员？FFF 薄 P 三了，薄 P 三了，三号是一定是血种。这 P 来，我操，怎么还他一数？很正常，他被人慢住，他也有马、啊，八戒。我晕了，还幸好。你别晕，他们晕了。三号，哦，我没 P 三号 ，P 了二号，上轮。嘣！你妈把打出两个皮蛋，我操！两个都够了啊，两个龙宫。黄金普陀，妈的！没事，够绿。可以叫老板扣他们工资。直接狠狠的秒起不管了，狠狠的秒起。秒起，一号秒了。八戒，你去下他后面法系，后面有罗汉。薄 P 三就行了。没有法系，先不下。我跟你说，不用下法系，我直接他，我直接。OK。你下普陀？哎，不，他武装也起盾了，我直接套普陀了。你套武装，嗯，套普陀也行，套。你再刷新灵动啊，你哥。P 三，知道。阿凯不用开啊。不用开。我去打个大死亡吧，无聊。中毒给我。哎，没马就没你快了啊！你是马吗？鬼那个，我是马。
那就我们基础速度是比他快的嘛。八剑够狠。那肯定要狠，很中狠。自己开一下吧。嗯。够狠。够狠，我也够狠。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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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罗汉立了。他、啊、武装也够啊，武装也够。哎，你武装挂大灯吧，你普通挂灯吧，你保护自己开吧，两个龙卷吧，好吧。罗给我保护挂灯吧。嗯，我给你保护凯了，我给你保护凯了。我操！防躲。超野，他队长，他队长够了，你普罗把队长笑了，你普罗不用挂灯，我来灯就行。你普罗笑他队长。那你干嘛？我灯。OK。你笑他武装。他武装应该是把清风吧，我觉得。刘宝宝给一号宝宝顶个大，别让一号飞了。他武装应该是清风，我不管他，我顶我顶我顶。他武装应该不敢罗汉吧？这么明显愤怒。别晕了。人一速。鬼子爱舔鬼子，常规法器是比较爱舔。鬼子其实没事，爱舔不是坏事。你普陀要不留一下我们女儿抢一下医术，等下我们还有马了，等吧，我直接金青了，我直接秒了。我们二号秒出去保全哥啊！嗯。大死亡力他女儿，狠狠的力，狠狠的力。妈的！出来先，是是飞，我去你妈，爆两下。他前面法器够精，后面法器不知道够不够。后面要够就是两个一起够的，反正两个都没效果。我全摸龙宫是有点猛的，我操。八剑，你去把他一术零了吧，八剑。哇操！二号集中秒出去，不管了，秒出去。我要不笑他后，我要不笑后面法器一把。一三都血种，一三都血种。你武装灯点了啊？你劈哪里了？一三都血种，劈哪？你女儿不开塔。劈三吧，三号也血种。你笑武装也可以。劈一号了，直接劈一号，直接劈。劈的三。这东西太鸡巴了！你不应该套后面法器罗汉吗？前面法器金星了，万一前面法器金星了？嗯，你应该直接笑他就好。我把字画先点响，我把后面法器笑掉。我开。啊、你武装能笑吗？哦，能笑。他武装应该差不多了，我八武装笑了吧？要不我们先，够是普陀够。宝宝全部集中打他龙宫，宝宝断他的出手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二号秒。那我的是个壁垒，不是你劈。我开。你普罗去给把所有灯都挂起来吧，或者把他也起了，把他起了让他笑都行。笑了吧，笑罗汉好了，就主要控他罗汉嘛。一号估计要防了，我避了一下。笑普罗还是笑上灯？笑后置位。普陀估计要点灯的，他们血量都一个灯都没有。其实后面法器够的话，上把应该已经换掉了。
现在已经秒不到他后面法系了，他两个修的是。对啊，就是放，就是秒不到啊。他是效的你补多，他武装效的你补多，不让你效后面法系。啊，他是后面法系放的。把林子丢了，武装。我够愤怒了。好能力啊！我这么规律。他武装笑掉了是吧？嗯。我们也会，还行。补灯，补灯，赶紧补灯。他补的效果，他没有震动。震嘛，狠狠的。五号伤害好高，我操！只有浩淼就是。那就只剩下前面法器有愤怒了吗？加强空了。他前面法器只有青青，所有的不要放。对。八戒，你先零吧，八戒。我直接套前面法器了，你一号给自己一号卡个大。不是你零吗？先不零，零了没用啊！你是马效果过了呀？不是，他没有马，我零了就有意思啊！他没零过我啊。对，他零是在普陀啊。其实还是要零的，要零的，你出马就比较快。他完了，卡破出来。你神经啊！卡破出来不就行了？有必要吗？还破别人卡是吧？没啥意义。破卡不是很正常？正常破。那没啥意义啊。你那五龙去开了这个武装吗？嗯。我先把后面的置换先上了，要不先把后面灯挂了先。我先提个塔。灯挂了。我先把灯床挂满了。先挂灯吧，先挂灯吧。你要法王好像没了是吧？法王没了就别开了，没了别开了、哦、啊！算了，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可以开。他有前面法器要出宝宝了，可以开吗？开了没有？开了没有？狠狠的劈他！我操！什么？捏过，捏自尊算飘。他这个不算飘，他没办法让对面中毒，就不算自尊飘。他妈！自尊算飘。你找机会把他一速零了，这样我到时候放马方便。嗯，我下马零。他后面法器是没有愤怒的、啊。嗯，牛逼，还是投来的。把他前面法器下了，他前面法器够。我启盾，我要那个了。七法房，二号秒，七号。二号秒保，保不干一号。如果三号飞的话，嗯。安喜把他那个四华军，我要灵动，下了吧？要下吗？灵动还是下？要灵动，先灵动，先灵动，先灵动。你先下，下把灵。女儿直接换马怎么样？不，下把换马。都笑了，又启盾了，应该是启盾了。然后全是现在把金清，金的金的金的包金。包金包金，立了立了立！我放满了是吧？嗯，你让他武装炮了吧？至少你现在天地他也没追啊。你二号狙一秒啊！二号狙一秒啊！秒了，五号也血宠，可以 P 五了。孩子肯定不要。我套后面的法器了。我 P 五。
灵动。我给普通卡一个，我给普通卡一个。可以起两个球了，好像可以起球了。等一下，把字画都上去。他女儿下把应该是起塔的，他知道我意思。那个要顶到顶，这个先挂。他女儿一定立塔，因为他知道你速度快，你可以控控一下他普陀。不是三国的罗汉两把先挂盾，下回起球啊，就是罗汉的时候起球。我们先再秒一把，看能不能飞宝宝吧。嗯、我把武装套了。哎，你普陀把秒了秒了秒了。你不再秒一把。你普陀先把灵动刷了。下把再起球。你放了谁？这把应该还够大吧？还不够了，牛逼！硬哇，又是至尊飘，我操！够。没事，我下面有金星。行。金星起两个球吧。嗯。嗯。发现你把他武装笑了，他武装应该是清风了，是吧？我把武装笑了，然后我普陀把他这样笑了，双笑。那我不用金星吧，直接把我开了，起两个球好了。我金吧，金吧，他武龙没多少个了。你可以罗啊，其实你可以罗啊，球很掉那个。金啊，我们五龙省了那么多宝宝立正啊，我们宝宝都可以出手了，为什么？金啊，不是啊，我把我都笑了，他不出来啊，对吧？不是、啊，就一个宝宝啊，我自己开不就行了？自己开。那随便你，金也行吧，金也行，你看吧，自己开，你笑我。你帮忙笑吧，那、哦、自己开了。我来笑武装，我来笑武装。我去笑他普陀啊。七两个球，七两个球。笑我笑普陀啊，我笑武装是吧？武装，快点速度。行。不用开，不用开，我自己开的，没事。你们两个不用开，我们俩多笑几把就好。他可能也是，我九技能应该没吧？他没有那么多马吧？后面的法系有罗汉啊。嗯。你可以用真阳那个骑啊。他可能已经提前罗了。有可能的，他出动罗吗？没罗，不可能的，不能罗的。八戒双笑，把他两个龙魂一起笑了。金元金，我女儿不金。金，其实罗好，我们这没有愤怒，龙在掉了，一百不行，那算了，直接出动。啊！你普陀水星下前面一起二号打出去，一起二号打出去。普陀水星下前面是法系，一号啊，八戒先清二号吗？一号还是二号？龙宫宝宝吧。八戒套普陀吧。行。我一号秒了，一号秒了，我把我顶下药。我满愤怒，我想进一个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水了，你别惊了。他武装在后面，他套普陀或者笑他前面法系。他灵动了。哦。亮。你这样可以进。这罗汉是谁？你这样进啊，八戒。省愤怒了，阿西省愤怒了。阿西把前置位的那个字画也上了。嗯。他也开始不放了。我操，很难受，这个血量。八戒出来也没有可能笑你啊，应该没有吧？你继续出马，你继续出马，我跟你说，你继续出马，然后我宝宝来开，你继续出马，秒出去不管。想挪一把还是怎么样？嗯，我挪一把。我觉得你这把罗汉有点明显，直接把他武装套了算了。我直接下武装，我直接下武装，直接下武装。你普陀可以丢个什么法宝啊？我马上来开你。
哎，抬塔了，抬塔。武魂一把，抬塔也行啊。自己注意行血啊，你们。我法王从给你们，你们出马。我没带，我没满了，地雷满了。一定笑你的。他现在罗汉接不出来，对的，就他一秒嘛，我们有法器助手，怕他干嘛？哇，还行，我操，这里也是。这就是硬件。哇！我比如我也放两个大特技怎么样？可以。我放两个。可以，你把我防御啊。嗯。普陀赶紧挂灯啊！普陀。我上他武装，你控他普陀。不、哦，我已经控他法器了，你别控他武装，你把大灯挂了，对吧？一个青青，一个罗汉，你没必要套他武装吧？我已经套了，已经按了。无所谓，万一精心的点被套了，我先把挂灯就行了，省得我罗汉等下自画又点没了。Okay. 你根本就不应该封这个，封这个太弱了。他已经出宠了呀，他已经出宠了呀。他还，嗯，他还是出过了。不是，他已经出宠了呀，他这个没必要秒了，要么启动战呗。他大金其实应该也不多了，就是。其实赶紧把灯先挂起来，挂了，到这边。你下把可以控他女儿，你比他快。我知道，他后置位的法器是有那个的，你等等，然后你直接把他塔套了。我直接套他就行。把灯挂起来，赶紧挂。我给死亡法王把挂了灯先。哎，两个龙宫有必要取秒吗？还是取两个塔？秒。秒秒秒秒，直接秒，直接秒。秒吧，他把我出来了。能秒到五号了。P 一号好像天数，要不 P 一号。打一号了，不打。嗯。我必得跟他二。我保先法防，这一会又干别的。他有空把大灯挂起来。罗汉的时候是不能挂大灯，会顶掉那个字号。找个机会挂。可以卡到了没？卡到了。后面的还是够啊。嗯、要笑。哎，他下把有可能看他普陀操作啊，注意他普陀啊。其他普陀也差不多，后面是肯定。你满了效果还有几回合？你要自己看清楚啊。我的满应该是13、14回合拉出来的，应该还有个两回合。八戒套他武装啊。普陀效果啊！我想我直接套普陀了，小武装没什么好管的。你不套武装，我们不能出手啊！你去封武装。那后面法器，那我下后面法器就好了呀。嗯 okay、嗯，后面法器要下的。八戒干嘛呢？没感觉，这两个没感觉。啊、嗯哦，秒了他，秒出去啊！哎，他武装有可能是清风的啊，是吧？宝贝。按照一号棒子，不管了，先我再说，先给他吃把龙卷乙击。后面没灵动了，后面有灵动吗？有的，有。宝宝这灵动，肯定有灵动。他妈，别放了。他不能放。还行，别放。嗯、我下把应该还是一速啊。你是一速，你把女儿笑了，你必须笑。应该最后一回合了。我屁，又把普陀炸死了。哎，你把他女儿直接套了怎么样？五号全力力劈。没事，你把女儿直接套了怎么样？我宝有普陀就把女儿笑了，普陀把女儿笑了，好了。那行，你把他前面法器套了。
我两个龙宫都贴自己就行了，好吧？他没正阳令，他有屁股使傻逼，他没有正阳令旗，不用贴，大死亡直接立出去。嗯，立他后面那个，后面那个没灯。真都真不起，丢他这个没用啊！啊有用啊！他万一直接增强力气，劈死我们一个呢？不行了！我们龙宫这么烂，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劈死。真的，我们龙宫这么烂，这个哎嘿，零落三次，秒到这哥们。罗汉兄弟，损失无尽期，我操！你还有马吗？巨换马？那肯定有啊！我还有三法王神马，快出呗！给了，反正我直接秒他秒灵动，灵动，他武装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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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套了！哎，如果他再把他换马，我把王环都可以守他队长。如果再把他换马，我是不是很傻逼啊？你先换，他应该没马了，他到前面都没拉马了。他前面出了一只马，他应该还有一只马。换马，换马，你换就行了，无所谓了。他已经他这回精心过的，他换马也没愤怒啊。大龙虾被什么队伍啊？被两把队伍冲了。两把队伍冲了很正常，他没有武装，没有罗汉，没有经济。被小梅他翻战队伍冲了。这斧头拉起来啥意思啊？出手，他把慢的拉不起来，这种手，那这样更起不来吗？我先法防、啊，下把狙起两个龙战，能起可以起啊，有毛的话可以起两个龙战，然后起法防，法防，你要不控他女儿试试看，你应该是快了。我控他女儿，你套他前置位法系，把塔跟盾。我套后置了，套到后置位了，套后置位了。他后置位法系应该不够啊。前置位法器接了罗汉，我知道，一直秒击，一直秒三四百的，他一直有盾，这逼盾是有点多的，我操，整个闪都起过了，还有起来干嘛？点单，应该是后置位法器罗汉了，没意义，我们法器比他普通快，哦不，比他后置位法器，不是啊，我们这把起两个罗汉了，罗汉最后没秒。来秒出来，兄弟，你一定要秒出来，对吧？你得有点脾气，不能不秒。你要像他女儿啊？我，他女儿放过金吧，应该不够吧？放过也够了，秒太多下了。塔，下回没了。两个塔放完以后有两个塔。哎，差不多了，你秒太多下了。刷了，我顶个大金。你给谁顶？我就下他后置的法器，你套到普罗号。你给谁顶？我给、阿凯，你给前面的法系点，他后面的这一点。嗯，哎，我顶小四海吧，无所谓。那我自己后面的自己顶到就行。他虚拟了，他直接冲了。他是没有办法了。没有办法了他。拉死了。全力劈过来！我们两个鸡蛋龙，我们不会没死应该。那么动不动死吧，姐，那么好死了。太鸡巴耐了！我劈！下回我上女啊，你套武装。我今天。嗯，可以。哎，你把武装笑了吧，你别套他了，没啥必要。嗯，行。我大指望给他补个胆，他可能都。
八团打是基本打不起来了，这回就稳了，因为他三个耐攻，不，两个虚弥怎么三个耐攻啊？啊，不，三个，反正三个攻宝宝，攻法宝宝，他两个虚弥一个攻的嘛，三个拉是拉不起来的。嗯他不会天地吧？他不会套我吧？他立了，死掉了，直接秒死。好死！哈哈哈！够狠的 F 哥，没在旁，没在旁边，劈个叉。我没来了，我操！跟你劈不唱，溜溜之溜溜之，那宝宝在谁身上？我操！杭州皆打洞，这些人是真伤啊！这些人。真的赚，牛逼这些人，单中之单。哎，为什么现在都没见人家带过超级神牛了？嗯，还行。走了。明天还打吗？明天打的话，就明天打会打会。啊，符都有打。那东西不还了，我明天再还吧。明天打。不是你先上，你先上。